感谢百合花旗袍队的精彩展示啊！体态婀娜，展现出我们东方女性独有的无边风韵啊！下一个节目也取材于我们文化宝库中的经典著作，它讲述了一个凄美却有希望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这么奇怪，这个故事这么玄乎吗？那我猜这下一个节目啊，肯定取决于经典名著《还珠格格》吧。你呀，能不能少看书，少看电视，多看点书呀？这不是《还珠格格》，能是什么呀？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呀。哦，领教了，领教了。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顾文元、尼克·平内尔、邓婕为大家带来的三重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Please welcome violin, cello, and piano trio Butterfly Lovers, performed by 顾文元、Nicole Pino and 邓婕。掌声欢迎！掌声欢迎！